有的市民朋友在高雄能够心里平安，生活平安。我们也承诺在高雄一定要建构成为一个安全的城市。那我在这里也跟各位宗教团体的领袖报告，那公务局积极在这一次重建的过程中，凯旋山路包括一心路到三多路的路段，有52支的电缆线杆，我们完成电缆地下化，拆除所有的电线杆，我想打造市民安全的通行，同时让整个用路的环境能够更。